熱係七啊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集嘅马内栏位置正本宽心应声弹出啊，第二位嘅马有骏马风采啦，咁啊埋边就上教啦，外边咧第四位浅紫色衫咧就铭记之心啦，再见到后多层啦，内栏第五黄衫红帽咧就星耀王者啦，咁啊出边位置杭州飞轮走紧个四搭埋唔到嚟啊，加州时街都埋唔到嚟又唔够快，咁啊再见到内栏都灵勇士啊，尾四白衫红帽十二码，后边三只金爵士啦，灰马高耀之星啦，暂时殿后系股票。傳奇嚟噶，咁啊轉呢個六百米彎啊，前面就正本寬心貼欄放啦，第二位係駿馬風采啦，內欄第三係上教啦，銘記之心捉住第四啊，內欄第五嘅馬咧，咁啊仲有黃衫紅帽就係呢只星耀王者啊，出邊位置係杭州飛輪啦，再後啲先見到馬匹有加州時界啦，攞出去就係高耀之星，等入邊嘅馬係十二馬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正本寬心佔先啊，咁啊見到駿馬風采立緊上嚟追佢，再跟住駿馬風采後邊嘅馬有上教啦，星耀王者追緊外邊位置。仲有呢只系铭记之心啊！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骏马风采抛离咗个零身位咧，赢紧呢场赛事。咁啊，蔡明少都起翻个马，跑第二名星耀王者啊，第三名埋边放头嗰只咧就系正本欢心啦。至于第四名嘅马咧，骏爵士咧就上嚟，咁啊追嗰只咧就正本欢心，都相当接近噶。咁啊，结果呢只骏马风采咁大只，咁啊都好轻松啊。今季嘅表现脱胎。